天一直都坐在那个后面，就很像一个婚礼招待一样，然后就觉得哦好开心，我就是看着大家在那边入场啊，然后看表演，感觉超棒的。然后今天又不用听耳机监听，也没有 click， 就是完全一起在同一个空间的感觉，就很棒。我要先介绍一下我的好伙伴静之，他是我今天台上唯一的依靠。我平常有五个依靠，今天只有一个，就靠您了。他一首歌是《等他》，这首歌是以前帮一个朋友的短片做的主题曲。然后这个故事在讲说，一个厨师在等待他很喜欢的一个女孩。所以我开头的第一句歌词就很直球的说：“我为你煮了一碗汤。”就想说喝汤很赞的。我为你煮了一碗汤。需不需要他？